便宜。哎呀，车给它车成这样走不？哎，对对对，嘿呼，嘿，这小吗？对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现在天气凉快啊，你看我们地里的这个青菜苗都长这么大了，我给它浇一泼点水啊，等一下好拔一点。今天多种一点青菜。我们要回来了。嗯，要回来。这青菜苗还是长得不错的，每天爸爸妈妈都来浇水啊。这好的青菜真的是需要水浇出来的啊。我爸，哎，那出几多？帮我丢那个，帮我丢去。帮我了。哦，三十，一，三，四，五，三，四，五。王老板，哎，王老板。哎，妈，哎，昨天不带、啊。他那个当天我也是贵吧，不钱也路贵够贵，我也是不贵，也叫那个不够啊，真玩弄在香烟。这也不贵吧？啊，时间太没会空闲的。那都香个钱。香哎。那叫那个也是不贵啊，是吧？叫那个木香烟。那你去个洗下叶子啊，一个那个大白拿当天来聊天。嗯。好，麻烦你，我来叫嘛。麻烦你叫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，等我喊你。嗯。哎，刚才，耶，这东西啊，今年刚刚是耶。那新土的呀。嗯。哇，哈哈，香的香的。怎么甜？干木头头鸡哦，这吃的木年羹哦，这随便讲啊，也对不对？年羹不刚好点嘛，那多水分点得不嘛？对呀，年羹冰吃的样子啦。多水分讲嘛，也这个级别的这个讲也过得的。这好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啥？这个。这样表面有酸吗？
我本来就是洛阳乡的，但是你俩对比俺都棒嘛。完了。真的吗？不是啊。嗯。讲讲你看。不要给我看。嗯。那一个苗的叫么子的噻？嗯。哎呀。对吗？对吗？嗯。讲好的啊。好久了，好久了。先到来。这个的归娘搞吧，忘记的。哎，娘真是忘记。还留不得啊嘛？当的，嗯。你当一回。嗯，当你提前买了。因为那个提前买，那个老板他忙多吧，好嘛。老板忙多吧？嗯。啊，放假不又爱晕车，又没带老婆。啊，带老婆多些不给了吧？嗯。嗯，多一份。哎，这怎么都欺骗人了？啊，做了这，大娘怎么变个欺骗？做了这有那个神，抽一个嘛。有啊。那个大娘。六房几来个？哦，姐。嗯。有那个神。很大娘嘞。你也讲牛的，真是。姐。神很大娘，姐啦。嗯。嗯，你神多嫩，没被抽矮吧？弄得壮嘛，快。俺没有到家。嗯。